看你有没有做打包的啊？要打包一个，顺便打。没有，没做打包的。在找凋零货。记得留一个给我，我也要用。不行。橘色。好多、哦。是谁的啊？谁的死亡清单啊？在我身上，走开啦！干嘛、啊？你把我杀掉哎、欸！你这碉堡比我那个还要安全多了，我那个有够不安全的、欸。真的假的？那个小路这边很奇怪，看起来超怪的，地上到处都是岩浆，超大哎、欸，懒得逛这边，上次逛到这边逛到快累死。有了。我是荧光石的，嘿嘿，为什么哈希在傻笑？对啊，你怎么了？自动蛋糕工厂完成，自动蛋糕工厂好哦。你这桌上自己家里放一个这个东西，它就一直有蛋糕，一直蛋糕，你吃饱就去按一下，吃饱就按一下。懒到只要张开嘴巴了吗？太懒啦！好棒哦！耶、欸！小，看起来蛮简单的。走，嗨吧。是。这才嗨。我放三个而已吗？啊？我打掉几张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打掉啊。哦，好。白痴哦，我包到箱子了啦。箱子，我刚才包到箱子啊。你把箱子打包了吗？杰克过来，这边有好几个。好。你有看到我的 ID 吗？有，不过我拿到史莱姆的灵魂碎片是什么？那个跟音乐射到的吧？应该是刚刚我射箭的时候射到的吧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你们好多哦！然后你的，我包一下，敢包到地狱，包地狱穿啊！哎呦，帮你打，帮你打，帮你打！等一下，我直接打包一下。好卡哦，史莱姆一直分裂，变得好卡哦。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说我挖不小心挖太爽。那就是因为他们生太多了，他一直在分裂，在分裂，在分裂。那个才是啊！我先回去一下哦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的打包的东西跑在上面了。跑到什么上面了？方块上。换不见了吗？哦，捡到了，打包。好多哦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哎、欸，要不要先把史莱姆的给打包起来啊？它一直分裂，一直分裂，这样子变得好卡哦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想解啊，我想解啊，我想解打包啊，先敲下来。史莱姆太多了啦。哦，好。让我上去啊，大哥！对风机先等一下啦。哦，没打包袋了。哇，还有很多吗？哦，好，还有很多啊，超多！你慢慢打。那我就多做几个，等下再来好不好？耶、yeah。哦，好啊，那我要回去了。好 ，OK。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去了。先回去。咻！啊！你看到我了， okay。 你看到我了。到底看得到还是看不到？哎呀！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猜错了，我猜错了，我猜错了。凋零。
吃好。要乖乖哦，不然莫德门就要动手咯。你要乖乖，不然莫德门要坏坏咯。莫德门已经坏坏咯。乖乖哦，不然莫德要坏坏咯。坏坏咯。坏坏哦。晚安，睡觉晚安。叫了晚安。快没电啦！快没电啦！快没电啦！你这样其实很难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神怪砖的。你都要放错，我刚刚就是放错了啊！放错再打包回去啊！我是骷髅的。我的天哪！是，生怪砖全部放在一起会好吗？还是，你的物质会很乱。乱，好吧。多包起来。没电了，其实它还是会烧了，只是烧了变很慢了。烧了这么久还没有一组哦，这也太难做了吧！保护，晚点再来研究这里。保护四要64个玄钢，加12个青金石。这杰克，你还做纸箱吗？嗯，我来做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你的一个纸箱我带走了，我还你。哦，好，你搬了什么？熔岩石 M。哦，好。应该还会有三个凋零骷髅的神怪砖啊，因为那时候那个堡垒有三个，不小心挖掉一个，因为那个锤子挖太宽了，把那个神怪砖挖爆了。我还要跟允月拿一些木头啊，赶快拿木头，木头快爆满了。这样真的超难分辨哪一个是哪一个哎、欸！我的天、啊，对啊！糖醋也看不出。然后去哈基家吃西，不吃西瓜，对不起，吃蛋糕。啊！没有，帅哥。嘿、蛋糕还没做好了，我刚刚只是在研究那个。啊，没有蛋糕可以吃啊！我都过来了。单机研究的啦，单机研究完。哦，好。我要来种田啦、啊。好，要种田，收割机。15×15，我乘以15哦。嗯，折磨的。你不是这台啊、哦？我都不是这一台，我是另外一台。哦、它也可以显示哎、欸。因为同一个模组的啊。哦。哦，可是它会自求，它会自动帮采回自动收获和补种啊，收割范围。可是我那个不是要把它收割，是要对它点右键就好了。只是它会点右键自己种啊，我那单机它自己种哎、欸，所以更方便吗？它是会把它收割起来然后再种回去啊？对啊。还是他是直接点右键抬起来，他是直接掉下来在这个机器里面。去看戏哦，他是收割人直接在这个机器里面的，这个好像比较好。如果是在机器里面的话，好像比较好一点。有打算做终极工吗？终极工现在已经没有材料了。而且先让繁星可以做出我这一套装备吧，先存着。跟右键一样，只是它会收在机器里。哦，你们那个富饶荷叶怎么做啊？那个需要还蛮难做的，
需要蛮多史莱姆的。史莱姆跟那个吧，普利帕的普利帕的那个腺体，绿电不会很难，只是就是对麻烦。他材料没办法说直接做出来啊，我也有。然后做一个的话，要三个腺体，三个球。啊，绿宝石，你们用几个加速啊？我是用四个。越多越好啊。繁星，干嘛？我想要一些绿宝石啊！我的稿怎么了？我的稿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没有。是拿压缩柜子这边的吗？压缩柜子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哇，史莱姆威，史莱姆威，史莱姆威。我家楼下怎么三只屁孩啊？恐怖死！谁啊？谁家？阿吉家。阿吉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找仙人掌。哦，找仙人掌，我去帮你拿好了。家旁边就有仙人，有沙漠啊。我家有很多仙人掌啊，我家很多仙人掌、啊。我已经到了、啊。你到了？我到了。人家已经会飞了。我已经在飞了。你怎么这么快？你还在跳，我已经在飞了。啊，我已经要帮你拿回去了。飞了不起，已经拿回去了。过，会不会了不起？过。这就是效率的问题咯。他自己家楼下多么恐怖的恐怖尸体，别吸一下。声音吗？他这给你。嗯、有、啊、有声音啊。对不起哟、哦。不是。现在在做什么？我在等我东西烧好啊。对，我要回去哦，不然那东西不会烧。算了，回去挂着好了。塑料片里两片。蒙蒙之心。好可爱哦！有没有比较快的烧的方式啊？烧好久哦，这个合金。要不要在装备上换史莱姆？这样在铁柱女攻击时候就有史莱姆。嗯，可是这样也是会死掉吧？什么东西？生成出来应该过一阵子马上死掉了。那这样我就是要在我的那个工具改往下改了。不然史莱姆打不到、啊。嗯。繁星，你在刷怪吗？没有，在哈基旁边。哎、欸，你身上怎么有箭矢啊？哦，看到一个箭矢在。我现在常驻隐形，还是你很热，我帮你扇风。不用。又想玩库里帕，骗过了没有用了。哎、欸，你确定吗？等你在认真的时候，说我为了把它换成那个好了，可以自动收到箱子。来抓一下安德好了。你要抓安德干嘛？让他升多一点。抓安德升多一点，你是用？那种生怪砖的生怪机，对对对，你要安德的什么？哦，红龙那个整只盔甲，我被盔甲哎，不可以分，我要整只的盔甲，找到了，我回家了。不饶荷叶对甘蔗有没有用啊？有，都有用吧。它的范围多远啊？大概四乘四吧。哦，
哎呀，你挖陷阱给我跳。挖坑给你跳啊。想干什么？然后你之后变成遇到真的狗地方都是没转头的砰。没有没有，这就算被砰也不会死啊。哎，靠呗！啊！哎，真的苦力怕，你抓苦力怕，带苦力怕来，太坏了！哎，杨说，因为都假的吗？并没有。我放下去瞬间，他还先看我好几眼哎。机车，你以为是假的吗？这到底有没有啊？你采收范围应该往上一格吧？不然他等下连根部全部踩下去，根部踩下去。你说那个没有？我刚单机测试他，他自己有，他会那个。哦，他不会那么笨哦。嗯。哦。这样是这样生成吗？哦哦，这是收割机哦，了解。嗯嗯。需要十英两。哇。哦。啊，收起来的东西会在哪里？这里面啊。再从这里面吸出来要的、嗯、要的东西就好了。这样，我来试看看。这个就……你又想放真的苦力怕？没有啦，再去抓一只啊！再去抓一只真的。啊，对，我要去，我要去抽马的血。马的血。如果我的我家以后如果要跑速的话，要马的血血衣，马的血衣，这样会生吗？采收？哎，吓死我了！对，外面也可以。哦，可以耶，这样就不用漏斗花啦。漏斗花，你突然就枝叶了。什么东西不用漏斗花？用收割机的话 用这个收割机就好了。漏斗花你失业了、欸、哇哇，那那个嘞，玩家模拟器也失业了吧？对，玩家模拟器僵尸一次死哦。哈，杰克啦，嘿哈，僵尸一次死掉，他出现出生马上死，哦，你可以放一只苦力怕看看、啊。没有啊，哦，你在里面吗？我在外面。Waiting for serve， 卡了。Waiting for serve， 捡不起来，有了捡起来了。这样啊，马上死掉。然后东西会在哪里？哦，这里面。会在里面。但我想要升安德啊，可是他一直没升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看里面是烈焰神啊，不是不是，左边那一个。灵波。左边那一个有一个升怪砖，自动升怪砖。啊，里面那个我是放那个安德的啊，可是他没升哎、欸。求解。太矮吗？不会吧，什么东西太矮？自动刷怪砖。骆驼花失业啦，那我要改了。嗯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。可以。你没有他要的液体。液体什么液体？是收割放，还要什么液体？精华不是精华液啊？精华液是经验值吧？什么？怪物精华液？收割范围会消耗比较多燃料。你说这边的吗？收获大范围。那台不是要给他经验跟电力？问他哦。观众回答。要电力啊。哦。怎么取啊？取不出来。
还是我要接导管？啊，接个一体导管。是走开了。他现在到底是有电还是没电啊？你猜猜看呢、啊？你猜猜看呢、啊？你猜猜看呢、啊？我点下去里面有电还是没电呢？点下去里面是显示没有电了，但是它有在运作啊。你到底是有电还是没电啊？怪物精华取得的方法是杀怪，哎、啊，要用的东西杀怪才会有精华，因为杀这么多怪一定会有精华。你说什么精华？因为有人说杰克现在那台是要用怪物精华。我看我的机器里面有精华了。哦，对。我怕你失业了。你好惨哦！我要让才上任没多久就失业了。他失业了。这样就不会乱喷了。哼哼哼哼哼。哎。乒乓乒，我把它收起来。啊，我的稿子咧？你的稿子咧？哦，这样才对嘛。哦，啊，我根本没有用，白痴哦，我的稿子没有放回去啦。然后我的地狱石就这样徒手把它敲爆光了。哇，这个太耗电了，还是一个一个来好了。哇，地狱石全部敲爆光啊！对啊，就是班主地狱石空群敲爆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几个月了，死得好、哦！对不起，你太激动了，这样收好慢哦。呀。收好慢哦，这几个都不收。他采收很慢啊，他有真要好多的怪物才可以。他有另外一种采收方式，可以范围采收，但是很耗电。你看，等下会一次全部采起来，他一段时间会一次把全部收起来，但是这个就比较耗电。嗯、所以有取有得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有舍有得。这样子我可能要放两台发电机，它才够它吃哎、欸。我记得这很耗电吧？他为什么现在在闹、欸？还是说，我好像也想到一个东西。我用一个东西让它定时启动一次，然后一次做范围采收。自己的之前有做那个啊，在哪里啊？有打算隐藏导管吗？会隐藏，只是我现在还在先看整这台怎么做会比较好，之后再看怎么买。嗯，那我感觉你们要扩大一点，然后把全部的圣怪都塞在里面。哎、哦，等你好久。需要红石石冰号，先整理一下好了。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，就让它动一下，停一下，动一下，停一下，看看。嗯，方法是聘请漏斗花，不用聘请漏斗花了，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怪物精华就只能就是慢慢这样磨出来嘛，就那个血，对，它的精华就你啦。嗯，要开学了，加油啊！有，可以，这样子可以。这样子可以，这样电也够。
那我改成五秒钟，五秒钟跑一次好了。干嘛的？就是挖矿会有培根啊。嗯、所以它真的有培根会掉出来哦？会啊。好吧，我可能我把它做成武器，它都没什么掉。你比较少打怪，然后直接吃给我看。你想要培根吗？我吃给你看。想跑？啊？没事，我在跟你讲话。好啊。坐起来。哎、欸，我想要做什么啊？对啊，藏，要藏我的电线，藏电线需要我的埋线时间，刀子呢？刀子呢？不是这一把，另外一把呢？可以做出线的那一把呢？这里吗？去哪了？帮你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觉得我很棒啊？自动生经验的，自动生经验，对，就只是你把那个你的稿子，嗯，不灭稿改成有铜的属性，那他就是挖矿。哦，然后经验就一直来，变成经验修经验，经验一直喷的地方。对，哦，还有这种方式。嗯，要睡觉了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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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奇怪，我怎么没看到雕刻刀？哦，不见了，我的雕刻刀呢？我被吓到。我会上班吗？为什么？正在上班、啊。我被史莱姆吓到。你是被史莱姆吓到？为什么史莱姆可以吓到你？他一次跑出两三只大只的，然后挤在我的面前。箱子左上角。对，还是要在这边。有一个箱子的左上角。箱子的左上角。这里吗？剑石，这不是我要的啊。嗯，蜜蜂箱这边吗？没有啊，蜜蜂箱没有啊。第二排第三个，第二排第二排那上面吗？嗯，我不知道这个啦，我不知道这个雕刻刀啦，我知道另外一个，我不知道那一个啦。之前那一把不见了、哦，我磕石英的不是这一把，不同把，宝马，不同的，宝马的，不同把，我朦胧之心，要的是这一把，这一把这一种的，嗯。嗯，好可怕哦！这是什么画面啊？怎么了？一个小区域里面有六个生怪砖。第一个箱子最后一排，第一个箱子最后一排，这个也不是啊，这个也不是我的啊，也不是我要。那、啊、算了，再做一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是要做这个，二三四六七八九十，是这样，好，嗯，你觉得需要准备一个大板条箱放在那边呢？大板条箱，大板条，板条箱，嗯，不是把它打包，你把它打包起来了吗？对，这样应该够了吧？嗯，
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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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这管就这样接吧。等一下，我看到浓烟神母跑出来了，有逃兵？哎，不是，他是蜘蛛，好吧，不是逃兵。好好，你误会，你为什么误会人家？不过他还是死了。我要去看看你在干嘛。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！OK， 这里这里这里。你从这个小洞看吧。哦。里面还有乱，对啊，我打算接个东西出来。里面还有个箱子哎，嗯，哦，他一出来就死了，对啊，那左边那是圣安德的，我就直接抓球把他抓进去复制。哦，魔龙之心，我看到魔龙之心了。对啊，可是这样你里面满的，他吸得出来吗？要他喷的时候，你怎么有纸箱？你的，我刚刚在看的时候不小心拿到了。哦，屠宰机。然后我要做板条箱。这屠宰箱也太强了吧！超强啊！你只要升怪装，你就可以这样玩了。哇，可是它耗电不会很凶吗？还蛮凶的，所以要充电。最高每 tick 42F。没听到哈基声音啊？他在研究东西啊、欸？他没有讲话、啊。研究东西啊？研究模式启动。哦、你真的意见很多哦。要我们装拔刀，又说哈基没声音。让你休息一下哦。对啊。让我休息一下呗。大妈很认真，我今天也抖内认错人。Hello 雷尼，